的天哪，然后把白发苍苍的白色头套取下来，一不小心扯到皮了啊，很疼的。来，卸下来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光头了，我的头够圆吗？好，现在把整个脸皮扯下来，哇，这就是我啦。这个差不多有二斤重吧。一脸的胶慢慢卸。好，现在把光头套弄下来，哇，我的天哪，有没有一种蜕皮剥皮的感觉？就是这样啊。好啦，抖音。这个三角形放进这个笼子里啊，不管怎么放都放不进去。我是无意中把它从里面拿出来的，也是放了半个多小时，怎么也放不进去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又得动用它了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其实放进这个三角很简单，小时候数学老师教过我们怎么把一个三角形看成正方形。我们只要找到它的对角，把它看成一个正方形，就可以放进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把它拿出来？抖音。我的小时候，小了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。叫我来吃饭，就我一直不明白，这炒了个什么菜？这是什么菜？你说这是个什么菜？你说这我知道，这是什么？你说，这什么菜？你们点的这是？抖音。
我愿为你放下全部。